我是小年糕，我从一岁半打的琵琶球，我会左推右攻，会侧手两点，猛眼推球，还有侧身两点，侧身勾球、搓球、拉球。刷那个乒乓球还刷得起 F 四手，我想他有那个训练，但是我就在培养他，教他握了拍杆，我就最开始练，我就在茶几上练，因为他太小很了，他就站到茶几上练，我就坐得起慢慢给他推。好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呢，我就给他买了个儿童标准儿童乒乓球。都没让他学，因为凡是拉球害怕把手腕，因为拉球要用腕力，要用得特别多，因为他太嫩了，所以现在就是重点的重点就是正式攻球，凡是薄球无法作为重之重再练他，把这个打得更扎实一点点。内容倒是可以打十多个内容，像搓球啊、发球啊、左腿右攻啊，这些都可以打。